欢迎来到体香的零食试吃中心，我是这家零食小屋的店主体香。我们这里销售精心挑选的各种美味进口零食，同时还经营部分国内的高品质小食、水果等。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我们零食小屋里的所有品类，在购买之前您都可以选择尝一尝再考虑是否下单。都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我在超市里看见试吃一般都不敢过去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一个人不好意思，如果有人一起大概就会安心很多。所以来到我这个试吃中心，你一定不要有这种顾虑，因为我不仅会向你展示各种美味的零食，还会陪你一起吃哦。我这里准备了好多新到的零食，你都可以试试看哦。如果喜欢吃干果的话，有夏威夷果，有每日坚果。如果喜欢吃甜品的话，有威化饼干、红茶酥、巧克力，还有橡皮软糖。如果喜欢吃油炸食品的话，还有卡乐比的薯条三兄弟。如果你觉得前面这些都不够健康的话，这里还有新到的安佳牛奶和小核桃仁。你想先试试哪一个呢？这个吗？这个不是食物诶，这个是纸番花。你从来没有玩过吗？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很流行诶，我来给你演示一下。先把它打开，然后用力一甩，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花样。我们再来看一遍哦。先把它打开，然后用力一甩，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花样，然后再把它翻回去。好玩吗？我再给你演示一遍。先把它打开，然后用力一甩，看就变了，是不是很好玩？这个不卖哦，这是我们送给顾客的礼品。如果实际购买金额超过100的话，可以任选一个带走。你要是实在喜欢的话，我可以破格，只要你消费超过50，我就送你一个，怎么样？那想先试试哪一款呢？这个吗？这个是每日坚果。
里面有多种果干和坚果，包括巴旦木人、腰果人、核桃人、榛子人，还有开心果人、蔓越莓干、汤姆逊葡萄干和蓝莓干。它不仅营养丰富，包装还设计得很贴心，我非常喜欢。你看，每一包里面它都把坚果跟果干分开来包装了，这是因为果干里面的水分含量比较高，如果跟果仁拼装的话，水分可能进入果仁影响口感，吃起来就没那么脆了。吃的时候可以直接从这里撕开，看是不是分成两袋。然后把中间的封条打开，再把它们摇一摇，混合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当然也不是非得混起来吃，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果仁都比较淡吧，它是没有加调味料的。如果你喜欢吃没有任何调味的原味，当然也可以，就是吃果干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甜哦。所以我的话喜欢混着吃，两边的甜度和油脂感正好可以调和一下，我觉得非常美味哦。来，你来试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品牌的核桃仁特别好吃，它把外面那层衣也给去掉了，那层衣吃起来有一种涩涩的感觉，会影响口感。所以我说这个牌子的坚果细节还是设计的挺贴心的。我自己吃核桃仁的时候都没有耐心把那层衣清理干净。再试一下这两个，我觉得一颗果干和一颗果仁一起吃是最好吃的。好吃吗？我再来试一下腰果。腰果再加一个葡萄干，觉得好好吃，你觉得呢？喜欢就好，也不用吃太多，每天这么一小包就好了。吃多了营养过剩，对身体的脏器跟血管来说也是一种负担。接下来想吃什么呢？这个吗？
这个是夏威夷果。这是我很喜欢吃的一种坚果，因为每日坚果里面没有这个种类，所以还单独准备了这一个。其实我这里的夏威夷果有两种，一种是不带壳的，也就是这一包。它是盐焗味的，还有一种是这个。它是带壳的奶油味的，那么你想试试哪种呢？一个是不带壳的盐焗味的，一个是带壳的奶油味的，两种都试一下吗？好呀。那我们先来试吃这种盐焗味的。刚刚吃过一点点甜的，吃点咸的可能会觉得比较清口。这种也是比较小的包装，一包里面还有更小的包装，先把它拆开来。你看它里面的小包装就长这个样子。里面的颗粒也不会很多，所以不用担心因为太好吃而吃掉太多。看，这种夏威夷果的颗粒比较饱满，吃起来很肉实，油脂感非常浓，但是因为混合了淡淡的盐味，也不会觉得很腻。来试一下。我来跟你一起吃哦。我们再来试一下这种。因为它是带壳的，所以果肉在那个很厚的壳里面，我们可以听到那果肉在壳里面晃动的声音。当然还有壳跟壳之间互相碰撞的声音。因为它是带壳的，那个壳又非常非常的厚，所以它有送一个开壳器。开壳器，
所以这就是带壳的夏威夷果。听到了吗？是果肉在果壳里面晃动的声音哦。那我们现在来把它打开来。这一颗，请你吃。再开一颗跟你一起吃。都说花生米不如带壳花生好吃，因为剥壳的过程是一种对味觉的捆绑，从而衍生出的期待，让我们更珍惜食物的味道，反而觉得更好吃。所以带壳夏威夷果可能也有这个作用。另外，剥壳这个过程也会让我们进食的节奏变慢。如果你只是在夜间觉得嘴馋又不想变胖的话，相比直接吃肉，同样的时间里吃带壳的可以让你少摄取一些能量。不过奶油味虽好吃，这种口味主要还是靠添加剂来形成的。如果你不是真的只钟情这种口味的话，建议还是直接买果肉吧。那接下来想试试什么呢？这个吗？这个是小核桃仁。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牌子，可能比较小众，但是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小核桃是浙江这边的特产。食物里面有一条很有趣的规律，就是大多数都满足同类品种的食物，个头越小，口味越鲜美。比如说，小河虾虾更鲜，鲫鱼比草鱼更鲜，所以小核桃也比大核桃更美味。但是越小的东西处理起来总是更麻烦一些。我想江浙以外的人第一次吃带壳小核桃的时候几乎都是崩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壳实在是太难，哪怕是牙口比较好的，也容易不小心吃到碎裂的壳，就像螃蟹一样。只要吃得满口，嘎嘣嘎嘣的，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个人不擅长吃这个。所以，有两个解决办法。
一是使用合适的工具，有一些专门的核桃夹可以免除这个麻烦，但是操作起来还是会有点费劲儿。另外，因为这种食物基本上是过年的时候吃的比较多，放久了可能会生锈，不方便重复利用。另一个办法比较适合像我这样的懒人，就是直接买核桃仁，一劳永逸。小核桃仁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贵了，不过偶尔吃一下还是可以的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尝一尝这个。来，请尝一下。嗯，原来陪你一起吃。食物一般都还不错哦。嗯，我基本上没有在这个牌子里吃到过坏的。那种我们一般叫做哈喇掉的，就是油脂坏掉的味道。这也是我一直更愿意选择这个品牌的原因。嗯，接下来想尝尝什么呢？这个吗？这个是红茶酥，是广州酒家的，我很喜欢的一个广式点心手信品牌。一开始是因为喜欢他们家脆脆的鸡仔饼，后来却发现更喜欢红茶酥的味道。鸡仔饼是咸口的，味道很丰富也很浓郁，而红茶酥是甜口的，因为掺了红茶粉而不觉得腻，同时又带着一股淡淡的茶香味儿，回味悠长，是一款非常含蓄的甜品。它像一个低调的第二眼美女，让人流连忘返。今天外面的风很大哎，你待会回去路上要小心哦。嗯，那么这就是红茶酥，里面每一块都有一个独立包装，方便储存也方便携带。来，来，请你尝一下。
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很酥的声音呢？感觉整个脑袋都要被酥融化了。嗯，好香，配点牛奶会更有营养哦。嗯，那接下来想试试哪一个呢？这个吗？这个是哈瑞宝的橡皮糖，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牌子还是很多年前一个同学给我吃的。他们有一句很可爱的法语广告语 Haribo c'est beau la vie， Haribo c'est beau la vie， 哈瑞宝生活真美好。不过后来才发现好像是一个德国的牌子。我后来出国的时候也经常买一些回来，挺好吃的，除了其中一种甘草味的，因为我这里没有进这个货，所以就没法展示给你看了。总之是一种黑色长条状的糖果，味道非常奇怪，而其他口味的就正常多了。嗯，我这里有很多口味可以选，你想试试哪一种呢？嗯，让我推荐的话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个，这个是桃子味的，你看它都做成了桃子的形状，非常可爱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来品尝一下啊。嗯，回来吃一个，稍微带一点酸酸的味道，说到德国的糖果，我最近有发现一个德国的巧克力品牌，也挺不错的，就是这种。是榛子、牛奶、黑巧和玉米口味的。嗯，它是500克的包装，如果你买的话，它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盒子，可以吃很久哦。嗯，不喜欢吃太甜的话，可以试一下黑巧克力味。我觉得甜度正好，要是喜欢吃甜的话，就剩下这几种里面随便挑了。嗯，你想试一下哪个呢？玉米味的吗？好耶，给，来陪你试一下黑巧味的，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。
好吃吗？有点甜到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来试一下另外一种，就是这个卡乐比的薯条三兄弟。这是一款我非常非常推荐的零食，虽然价格比较高，但是口味真的非常棒。薯条炸的非常酥脆，配上淡淡的海盐味儿，它的风味是国产的一些山寨品牌所无法企及的，基本上是我的家中常备。好像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包就能把情绪安抚下来，当然也还是不建议天天吃，毕竟是油炸食品，热量比较高，要是长胖了可能心情又会欠佳了哟。我要挑两根稍微长一点的，是不是听起来就很酥脆？今天外面的风真的很大哦，最近的天气怪怪的。你待会回去路上要小心哦。你有带伞的吧？嗯，那就好。我特别喜欢这股淡淡的海盐味儿，所以吃完都忍不住要把手指头舔一舔。接下来还想试一下什么呢？这个吗？这个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威化饼干，它有两个口味，一个是芝士味的，一个是巧克力味的。这个芝士味的是它的主打口味，你想试一下哪一个呢？这个吗？说起来，我这里还有另外一种黄油威化，也是泰国的，你看 Butter Cream 黄油的威化饼干，这块待会儿直接送给你当做试吃装。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。
你闻到了吗？很香，是不是？它的颜色也很漂亮哦，是一种金黄色。来，你来试一下先。我来陪你吃啊。不用担心，我不怕胖。好鲜有没有？真的好好吃哦。我看外面好像快下暴雨了，我把你带话回去，路上不安全。我们今天的试吃就到这里了，那你有没有想买的呢？一盒薯条，一箱每日坚果，两包橡皮糖，一份红茶酥，一共是350。您是我们家的新顾客，我给您打个8折，一共280，我再送你3个纸饭花。另外再送您一些小礼品。这个是一个纸装的蜂蜜，这是一束花花，上面有几颗用费列罗做成的美丽的花。祝你一天都能有一个甜蜜的好心情。谢谢回顾，欢迎下次光临哦，再见。